是去外送的路上车。哎呦，很严重嘛，这边断掉，这边断掉啊，那边有没有断掉？断不了。哎呦，这个大恩人，大恩人，没有，不要这样讲。听说你现在身体欠安了、啊，上个月出车祸，我就是带个水果来拜你啊，不来看来看你。老板，你先想一下你的心情，现在的心情。对，我们这样突击，看到我们这样突击，小鹿乱撞啊，看到你。还这么挑眉啊？奇怪了，你都不了解我的明白。哎呦。那种肉肉的你也要，我比较喜欢干干的。他们跟我讲，你在留言上面有提到一件事情，跟我有一点连结。快30年了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有收集钱币的习惯？我妈妈刚好留下来，她就会放在一个罐子里面嘛。哦，问题是你要找那些年份的，也不是那么巧啊。我就给她打开来，一个一个找啊。真的太谢谢你了，太谢谢。然后老板，我要跟你说，那天其实也有过来你们这里做长勘，就是你车祸的隔天，他是去外送的路上车。哎呦，很严重嘛，这边断掉。断掉啊？那边有没有断掉？这边还断不了。X 光了。哦，那份餐点后有安全送达吗？送完回来就。哎呦，那还好还好，对方有吃到。不会啦，客人第一啦，服务第一嘛。他那一单多少钱？200多块吧。啊，医药费花多少？医药费20000多块而已。我住一天而已，不想待在那个地方，待太久很不舒服哦。那个护士快被我气死掉，想赶快离开啊。他们说你时间还没到，不能走。那个不是叫时间，那时辰还没到。离开医院，离开医院，往好的地方去想就好。是，最重要的关键，刚谁来买？好，刚刚是你来买的。哦，难怪他是我外甥，外面生的嘛。面线好吃吗？面线多他客掉，汤头好啊，是因为送的才好吃。欸、对。老板为什么会送？因为我看他像学生一样，有时候看到他们可能是舍不得花，或是他可能没有那个。他说他台积电的刚离职，都要来打工，心在想糊弄我，糊弄我。你的臭豆腐，它上面还有放肉末，这个我从来没有碰过的。哎，这不要讲，因为讲出去大家就会选。你家里的，你不见得会比我好吃啊。像100年台湾灯会，我有去做嘛，那隔壁也是跟我卖一样的啊。客人来他就说太贵了，我说隔壁比较便宜，你去吃隔壁的。结果他过一会他又跑来买我的、啊，不优。我你讲一个不是我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不知道隔壁是谁。高丁，你刚吃完老板的豆腐怎么样？真他的屌，真他屌是吧？真的。屌在这里，屌在裤裆里。因为妈咪哥就是这样，你屌什么屌？职业军人退的。啊，所以你当到什么职位？少校。哎，少校很大。少校很大哎。踢笑。因为我没当兵，我有隐疾，所以我没办法当兵的。没有。你都有拍那个成功云上那些，你怎么没有当兵？哦，成英雄来自四面八方，从成功岭上冲向成功岭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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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那老板在部队住多久啊？部队9年，但是在9年真的是蛮辛苦的。那时候在哪边？待很多单位，包括步兵、炮兵、装甲骑兵、政战特遣队、化学兵、运输兵、联保厂、裁判官。921我去救灾，隔年89年降成台风，我也去救灾。刚好那时候你的单位有派出去的。921救灾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去国庆乡停尸间消毒。那时候停尸间很大，4-5个篮球场，一路、两路、三路，全部都是烧过的骨灰放在那边的。你看那个4岁小女孩子那个照片，你看到心痛不痛？哦，看到都想流眼泪，真的啦，觉得那时候还蛮荣幸的。可以为人民服务，怎么样？那怎么会做臭豆腐呢？爱吃臭豆腐才卖臭豆腐，专业不是这个啦。哦，你专业就是马兵哥。我们希望真的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真的活得平安健康，真的是最棒的。老板也是在那个阶段对你的人生有改观，对不对？吃比受会更有福。像冬天每天没有卖完的面线给游民，要不然就是辛苦的警察，因为丢了浪费了，这都是食材嘛。下次可以送来台北给我。OK 啊，1碗500就好了。哎，会做生意，会做生意。
真的今天很开心碰到他，很健谈。来，不用啦，哎，不是，你一直都在做好事，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其实也非常少，借由你的双手，我们就一起去做好事，让你更有动力。这是我们的贴纸，你刚刚贴在门口还是贴哪里？是，你的签名，签名还有在吗 ？CD 我回去再寄给你。没关系啦，开玩笑。没有，你曾经这么大力的帮过我，祝你身体赶快好起来，不务正业，耶。